你嫌就飞到尽，系滑水式飞埋去啦，已经系14-13，中国队输嘅一分，但系摆翻球好嘅咧，修正唔敢打，顶住啊冇位打啦，打唔打孙悦，中间打陈静，啊陈静波打呢波难啲啊，佢嘅打法系靠只手嘅速度嘅，你叫佢打啲主攻硬攻波咧，佢唔得嘅，冇乜力噶啦，你叫佢打啲短波快波，佢手够软咧就啱啦，呢啲系唔啱打。收正球，嗱呢只几好嗱系嘛，有够快，嗱收正，再上啊，再俾佢，收正孙悦，冇助跑唔敢打，呢边好高打，打唔死，啊中队两个拦佢，哎呀李艳咧就够到睇到位啦，嗱你睇佢几猛阵啊，好猛阵布到个斜线位噶啦，顶住呢个云原嚟嘅重球。中国队嘅排阵啊，同埋战术要谂谂计啦。个防守阵已经系唔错噶，马蹄防守系睇到啲位噶啦。16-13，输紧三分钟，我哋话快啲，系啦，要靠快啊，一定要。系啦，孙悦，啊，要打翻起嚟得。啲波咧唔好太高。好啦，无丹换出，中国队嘅李珊系换入，李珊喺前排就几好嘅。李珊1.85米。到位，哎呀，报到啦！哎呀，哎呀，真系大意李珊，哎，呢球波咧就送咗嚟啊！真系，呢个波可以拱翻去后啊，都用上手啊，有多手单手打，排球好少单手，除非咧就系杀波嘅啫。哎呀，叉烧，哎呀，孙悦咧呢球咧唔敢打落去，好在陈静打啲网前波又掂啊，陈静。李珊、王丽娜喺前排三个，李珊咧系天津嘅选手嚟噶，哇！孙悦，江苏嘅选手，哎，好重球啊，顶住啦，王丽娜打唔打？系保持攻势先，呢边哇，呢系连击，好嘢，嗱守得好好啊，中国队个半月形嘅防守非常之靓啦。哎呀，呢球波咧，孙悦争咗半只手位咋？温燕妮，佢话精啊，真系唔打，唔打咧啱凹过去，啱啱拆死佢啊！温燕妮呢边咧就发球嘅托吉，高妹1.92米，佢打后排噶。王丽娜，王丽娜身较重啊，你先嚟啊！系嗱，呢个波唔得啦，佢打完咧就撇走翻去个标志杆，咁跌翻嗰边，个重心唔喺个前面啊！啊呢边咧就系换入陈静咧就被换出，中国队换出12号嘅邱爱华，系另一支重炮嚟嘅。啊，邱爱华发球好稳阵嘅，叫发球，控制个波唔错啊，邱爱华。哦，好靓，好靓。迪斯尼利表演啲基本嘅最完美嘅动作，你睇下，好靓，抽手、屈膝、拉手、落重腕、直线，好靓好靓。意大利队长星球手卡斯亚托尼7号，李珊，中间2.5，好嘢。李珊系19岁啫喎，吓，天津嘅选手，1.85米。好年轻，17-19，输紧2分钟队。嗱呢边好嘢，哇！吴明梅呢个时间咧真系好靓啊，真系有个慢镜啊。哎，李克兰一举踢，嗱举定啦，系咪啊？只手从来咧就系冇曲过嘅，由上到落系直晒，落晒手腕难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李珊送大礼，好啦，换出啦，李艳入啦。啊！盯住呢个迪斯尼利啊，7号咧就系队长卡斯亚托尼，修正唔打吴明梅，哇！好嘢，真系你系咪真系咁准确咧？意大利队嘅高妹就行到底线谂住防守啦，呢个托吉，点知嘅发个波咧就落去呢个中间，哇！18号呢个
巴基尼亞阿仔咁啊，十二號咧就係碧斯尼亞利利。哎呀，你睇啦，叫一聲都唔知講咩意大利文啊！呢個巴基尼亞雪月自己口噏噏鼓勵自己啊！咁啊，戰術嚟講咧，中國隊係比較多啲啊，但係都唔可以唔讚意大利啲基本技術非常之扎實嘅。啊！快波啊，二點五啊，同埋後排進攻咧個動作，同埋球員嗰個柔韌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排球特別女排咧，係講個柔韌性高咧係著數啲，因為始終係講反應啦，講救波啦，同埋喺空中動作較為好啲啊。好啦，大隨手嘅碧斯尼利，好飄個波落底線，哎，招牌貨啦，孫悦都唔見效啊，單腳中間打二點五，啊呢邊咧就哎呀好在咧就打歐博啫。这个混乱来啊。好啦，意大利呢就调出跌入队长，调出这个八号这个帕坚尼，队长是七号的卡斯亚托尼。这边邱爱华的头头。主将啊，陈静啊，这场啊主将。啊，新偶像啊，简直是一米八二，陈静。打得非常之漂亮啊。好波啊，这球波你睇啦。哇、啊！示范个咩叫曲坠球，你睇下个波去到中间咧系沉落嚟嘅，吴永梅勾手飘忽球系曲坠落嚟嘅，追啦哇！本来个波系去过三米线嘅啦，嗱睇下啦，再示范一次，攞多分咧，吴永梅勾手个手啊贴住一个噶啦，再追，顶住好啦，撑死喺中路队呢边，修正嘅啦，冇阻住佢，双绝唔打，高啲，系嗱，希望用灯光咧系扰乱对方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陈静嗱，果然福将啊，真系偶像啊，陈静啊，中国队呢场打得非常之好。陈静系四川队球员啊，系胡俊教练带出嚟嘅，胡俊系代表四川队教练嚟嘅。顶住，打唔得？哎呀，守正，好嘢！哎，你睇下啦，哇、啊，何其加陈静咧，难忘真系好 fit 喎，真系恰恰含。啊！镜头影住呢个陈静，好啦，呢边换入十一号高妹啊，一米八五嘅美高娃，摩高咧系三米零八，廿六岁，经验够丰富。哎，打出两个手指功，又尾指，又擘开手，睇下咩战术先。后排进攻，哎呀，三个拦截啦！哎，何其话踢到波、啊，我踢到噶，三号啊托吉。一米九二后排进攻，力真尼廿二廿三，意大利输一球啫，打得勉强。哎，睇裁判点先啊？输就话 in ball， 但裁判咧就话 out 咗，呢波太快啊，睇唔清楚。廿三平手，中国队呢场呢局唔输得噶，好嘢，输完第一个输咗啦，已经系好啦，中国队领先分廿四比廿三，你睇输完几紧张嗱，开始有啲锐气啦，哎。换出孙悦，换入是欣欣一米八六，啊呢个调动是很罕见喎。欣欣通常是换呢个另一位嘅主攻手邱爱华啫。好啦，欣欣啊睇掂唔掂啦？嗱，福将嘅陈静喺度，佢右手只拦嗰边，嗱顶住佢啊，三个好嘢，廿四廿三赢一分咋，三个好嘢。修正欣欣掂唔掂？哎呀唔打，弊啦你唔打，又系唔肯尾手，后排进攻顶住，好在哎呀，好在欣欣补翻镬啊！而廿五比廿三，中国队拎翻一局，系一比一追成呢个平手，真系好险啊！真系中国队，好在欣欣临尾咧就拦翻啲球波啫。咁啊，胡俊教练嘅调动啊，真系兵行险上啦。咁啊，结果会点咧？呢场波我哋再转头翻嚟欣赏过啊！其实中国对意大利呢场波系比赛去到第四局啦，咁啊第三局波咧系中国队系以十九比廿五系输咗噶啦，已经系而家总比数系一比二嘅局数，中国队系落后紧，比赛喺第四局，咁啊意大利啲教练非常紧张啦，八比十，中国落后紧两分，第四局比赛情况，哎呀呢、这个主教手呢个碧斯尼利咧就打咗欧博，今次唔领嘢啦，九比十。好紧张啊！大家都系一分一分咬住。陈静一转到位，快波顶住落啦！修正欣欣又唔敢打，
哎呀，打埋去好过啦，起码落底线，保持攻势。九比十一，佢都唔好意思啊，拗下头啊。迪斯尼亚顶住，好嘢，到位噶，打。哎呀，好在够快，李山。镜头马追住呢个迪斯尼利啊。意大利能否赢出呢场，确实睇佢啦，因为系主攻手。十比十一，哎呀，又用脚何其呢球唔得咯，冇办法之下啦，要用脚踢啦。而家新丽系可以嘅吓，全身都接触个排球噶，用脚踢都可以。十二比十，意大利领先两分。裁判话咧就 out 波，命回好唔抵嘅呢球波。啊，意大利。捉起长城啊！镜头影住欣欣，邱胜波，咁啊好高嘅打，身后啦，吴明梅 ，in 波，好吧，吴明梅嘅成功率53.1%，呢球波只系打斜线啦，冇办法啦，直线俾人拦咗噶啦，啊，孙宇上前排，欣欣11-13。敲牌进攻，冇噶冇噶冇噶！哎呀，错失机会啦！中国女排又冇人打四号位，迫于无奈拱过中间嘅快波。加斯亚托尼14-11，打投到修正，稳健地啊！呢球勉强起手，都避手啦，已经系。尹燕妮1.88米啊，睇慢镜，避开手，打个直线，佢向住何其嘅手打，何其矮啲啊嘛，曲住，哎呀两嘢，修正打唔打穿越，好啦，冇乜力啊真系，尹燕妮又唔同啦，你睇下，好重手噶，打唔打唔够高啊，何其，哎呀输就近后啦，弊啦，俾个 free ball 人哋，好啦，意大利攻势。快波拦到，好波，好就专业拦翻球啫，好辛苦啊！中国队你睇啦，好在时间啱啊，孙悦攻击咧系唔够啊，四号位嘅强攻，哎呀，冇办法，呢球波咧系塔 Q 啊，吴明梅好罕见啊，佢开嘅曲手飘忽球咧系非常稳阵嘅，原本。16-12，自我掩护陈静，诶，好在仲有一个单天保至尊嘅陈静啊，喺后面嘅自我掩护。好啦，前排三个就系陈静、李珊同埋孙悦。OK， 13-16，顶住，再拦到，好嘢，中女排，时间好啱，2点，啊，好嘢。哇！你睇下幾激動啊！呢個力真嚟，冇辦法都要讚一讚你啦！一斷線你睇嗱，哎呀，只有斜線過到嘅啫，動作好難嘅真係。17-13，好嘢！哎呀，呢、這個演得好靚嘅啦，已經係。雲練你話咧，你演咗咩？呃唔到我啊！你睇嗱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哎呀，個波～应该脱欧噶，就最尾垫翻李珊，18-13啦，危险啊！中国队，孙悦起手，唉，好在好在，14-18，四分波，中国队，啊，孙悦学后排，欣欣就喺前排啦，哎呀，甩唔到过去啊，14-19。输紧五分，中国队而家系局数系1-2啊，输紧嘅。呢局输埋咧就系连输两仗噶啦。19-14，哎呀，你睇啦，空中嘅动作好快啊，陈静。呢个四川选手，好啦，邱爱华换入，唔出陈静喎，好先。
喺意大利邊亦都係換出十一號嘅美高娃，就換出呢個雲燕嚟啊！美高娃係1.85米，26歲。好啦，左手邊咧就五隻手指，睇埋四號位先。哎，又係2.5米啊！哇，食開條水啦！呢、這個四號力真嚟，又係咁樣，又係空中變斜線，係咪？二號位走過嚟，三位變斜線，男子動作嚟嘅呢啲。喂，崩到打啦一人，哎呀，我真系惊你唔打啊！真系个波啊太矮啊，何其升啲波，16-20，好啦，调动，哇，连换两个喎，季超然、朱伟荣又换呢个李山，季超然又换呢个何其噶，好啦，季超然点嘅四号嘅系朱伟荣，13号季超然出嚟拦网噶。季超然1.84米，在前排顶住球先啦，拦网。一传到位啊，二号位顶住好嘢，收定啦，欣欣睇你咧，又系唔打，弊啦，你唔敢起手，你系打主攻嚟嘅，你唔起，人哋起啦。好啦，机会喺中国队呢边，16-12。俾你系打好嘢，哎呀，真系呢球波真系险啊，真系，唉，好在咧啱啱过网就落手啫，好波吴明梅，韦超然啊，一路嚟起啦，好波，好啦，追一分17-20，收正，哎呀，好吃明显啊，条线打得好肯定，落手停空。落碗好肯定嘅波，朱伟明，好嘢，送个大礼，18-21，最近啲嘅中国队呢一局唔输得啊，1-2嘅输紧，埋佢，好嘢，哎呀，孙悦一个难一个就讲运啦，冇办法啦，已经尽其所能啦。好啦，意大利调动，八号柏天尼换入呢个星球队嘅卡斯托。八号柏天尼呢1.82米，30歲老将嚟嘅，嗱喺关键时刻换啲老将出嚟稳定下啦。另外咧就换入呢个二号云燕尼，杀手嚟嘅1.88米喺四号位稳直。哇，你睇只眼，六大只眼。赢埋呢一几分咧，就可以赢中国队噶啦。变化勉强，哎呀，真惊打唔到啊！哎呀，季超然咧几犀利喎，连打两球攞分。好啦，意大利都换入7号嘅卡斯阿托尼，星球手正选星球手，1.78米。好啦，中国队呢边换出邱爱华，就换翻入呢个陈静1.82米。四川嘅选手吴明梅跟住稳阵啦，顶到，哎呀，陈静应该唔好喺中间企喺度睇波，应该拍过嚟呢个输咗一条烂网就好啦。陈静啊睇波啦，有时间啊，陈静应该拍埋嚟先啊。23-19，弊啊中国队，哎呀，24-19。set point， 如果意大利赢埋呢一分咧，就以3-1系战胜嘅中国队啦。咁中国队危危乎啦，连输两仗。好啦，意大利去队咧捉起长城，睇下难唔难到啦。中国队一转，哎呀唔到位，收正，穿越，弊啦，打尾波，结果咧就25-19，中国队咧系以1-3输咗俾意大利。在呢次比赛咧系连输两仗啦，咁呢场比赛咧就结果咧，中国队系同意大利嘅实力系非常接近，但比起上嚟咧就意大利嘅气势系非常之好啊！但全个比赛8队打循环嘅，前4队入到奥运会，就包括1队嘅亚洲队伍，咁冇计啦，中国队咧系继输俾荷兰之后咧，输埋俾意大利，咁分数咧就系30-32、25-23、10-25、10-25嘅。好啦，下一场中国队系会面对日本，我哋下一场再。